古罗部落族人吟唱传统古谣，带来笛笛演奏，为特展揭开序幕。台南美学馆首次跟屏东兰宜乡公所推出人间国宝工艺大师许春美特展。文化部表示，原住民文化馆全有丰硕文化资源，现在加入生活美学馆的协力，透过馆际交流，要跟大家分享台湾土地上的多元族群文化。许春美老师的人生的故事，然后呢，引导我们看到台湾族的祖传的非常多的族文文化的纹理，可以看到呢台湾族的生活的一个智慧，然后以及他们在织布上的一个美学，那可以看到他们的每一个的织布的纹理呢，代表不同的生活的意涵。策展内容分生命的经纬、掌中的经纬与不断的经纬三大展区，展现许春美投入传承推广台湾族传统织布技艺的生命历程，以及各式图文的意义跟价值观。来一箱啊，非常特殊、非常传统的一个织布的展览。那么我们许春美老师啊，他非常的坚持，他非常很有智慧，很有心，那么继承了他的家族，继承了我们台湾族的织布的这个技术跟文化。因为台湾族织布，我讲过，它不是只有织布，它是有写东西的。我们说闽籍感，它就是写的，在织布里头的纹路，它就是我们的字。闽籍感，文化上的、生活的那个必须的遵守的一些规则，都是写在织布上的。即日起到5月8号，文化部希望有兴趣的民众深入了解台湾族文化意涵与价值观，还有许春美老师的创作教学，希望把台湾族节目努传统织布文化传承延续下去。原视新闻吴伦 W 台南市采访报道。